兄弟们，新年好呀！哦，是臭小野啊。这期视频发出去的时候呢，应该已经是2021年了。作为新年的第一期视频，我希望它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开端。所以呢，请大家务必多多给我点赞呀，感谢支持。今天呢，我们来开箱一款俄罗斯内务部的一周应急口粮，总售价750块钱。它是一个套装的口粮，一共有7袋，一天一袋，能吃一周，所以呢叫做一周应急口粮。而且这款口粮它很特别，在这个外包装上面呢，他们非常贴心的帮你标注了这是周几该吃的口粮，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、周五、周六、周日，写的非常清楚。有了它呢，无需纠结，看个日历就知道当天呢该吃哪袋口粮了，非常的方便。可能就有小伙伴要问了，那要是一不小心掉了一袋周一的，那周一就不吃了？不会吧，不会有这么傻的人吧？除非你是强迫症啊。跟我们常见这款俄罗斯单兵口粮比起来呢，这款就显得异常的小巧便携了。七袋加一起，毛重呢也就才5.4千克，平均每袋毛重771克，就跟一包13单兵自热差不多重啊。就这样的一小袋，它真的能够吃一天吗？不会又跟上期的应急食品套餐一样坑吧？让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打开看一看，希望这款呢它不坑。先来开这一袋周五的吧，今天呢正好周五啊。背后给它捅一刀，我不太想破坏这个包装，它这个地方其实可以撕开的，虽然不是很重，但是里面东西塞得满满的呀。嚯嚯嚯！我天，一倒就是一大坨子，感觉里面有很多都非常熟悉啊。比如说这个巧克力，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：一块巧克力，三包饼干，一根能量棒，红茶、固体饮料、可可粉、白砂糖、番茄酱、苹果酱、葡萄干、瓜子仁、花生米、干纸巾、湿纸巾、三颗糖、蜂蜜、盐、黑胡椒、三颗口香糖、4颗净水片、防风火柴。然后呢，就只剩下我们的三袋主菜了。这个呢是蘑菇汤，中间这个是燕麦粥，最后一个是什么蔬菜荞麦饭？我感觉没翻译对呀。大家可以看到东西呢还是非常丰富的，就是呢有点可惜，光有花生米没有伏特加呀。再来拆一袋周日的看一看，其实大家会发现的里面东西都是差不多的呀，简直可以说是一毛一样。哎，我发现这个黄蜂火柴不太一样啊，这个是绿的，刚才那个周五的它是个红的，这就很奇怪，这到底有什么深意在里面呢？耐人寻味呀。这七袋口粮从周一到周日，实际上它只是相当于是有7个餐谱，而且里面装的东西都是差不多的，就是主食呢不太一样，然后可能火柴的颜色不太一样，仅此而已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就不要继续往下拆了，拆多了也没意思，而且拆多之后呢也吃不完呀。接下来呢进入我们的试吃环节，为了能吃得更嗨，我特地准备了半瓶伏特加。上次我们喝剩下的，这是俄罗斯卫国战争胜利75周年纪念版口粮里面送的伏特加，给大爷满上。我个人觉得它这个酒还可以，比较柔和，喝起来呢也没有什么不适的感觉，微甜微辣，喝进肚子里面感觉暖暖的，再搭配上这个花生米，简直妙不可言呀。口粮里面的伏特加，口粮里面的酒杯，再配上口粮里面的花生米，简直了。酒不错，但是花生米呢就比较一般了。就我看了一下这款口粮里面，就除了这个花生米，其他的都没有下酒的东西了，主食里面根本就没多少肉，最多再搭配一个瓜子仁。哇，这瓜子仁吧还是个原味的，一口闷。虽然这样吃瓜子很爽，但是就没有嗑瓜子那种悠闲的感觉了，就像对付差事一样，仅仅只是爽了。其实我个人是特别反感喝白酒的，我都不知道这玩意儿有啥好喝的。肥宅快乐水比它好喝1万倍。再来尝这根巧克力，俄罗斯的巧克力可以说是很不错的，纯正的黑巧克力，就是有些氧化。好脆呀，好硬啊。这个巧克力很不错，口感和味道都在某幅之上，都挺好吃的。在户外的话，其实有一根巧克力是特别重要的，它小小的体积就能给你带来巨大的能量，而且呢还可以带给你快乐。苹果酱，俄罗斯的苹果酱超级好吃啊，搭配上它这个饼干特别棒，看上去颜色不错，晶莹剔透，红亮红亮。对于很多国外的军粮来说，饼干就是他们的主食了，像这种呢只是他们的主菜而已啊。还是特别的好吃，非常的搭配。苹果酱上面再来点蜂蜜盖上去，它这个蜂蜜都已经沙化，吃起来别有一种风味。吃这些甜的配这个白酒好奇怪，整点主食尝一尝，这边有3包，那边有3包，找几个不错的看一下吧。周五口粮里面的豌豆蔬菜肉汤，没有肉但是不太多的样子，蘑菇荞麦饭吧，应该是蔬菜什么饭，反正哎也不知道，等会打开看一看。直接从这里撕掉，这应该是一份米饭呀，应该是蔬菜肉粒米饭什么之类的，只需要用水泡一下就可以吃了，应该
味道闻起来很像那个泡面里面的蔬菜包，都是一样的冻干脱水的东西。制作方法，把里面的东西倒到容器里面，再倒入200毫升的沸水，搅拌均匀，盖上盖子，让它泡个10分钟复水，还得自备容器。这碗口粮就很坑啊，叉子勺子一个都不给，连固体燃料都不给，全都要自备。那我们就来用这个德军的饭盒给它加热一下吧。搅拌均匀，这个饭盒也是很久没用了，盖上盖等它10分钟，然后再来煮一个蘑菇汤。这个居然要煮20至25分钟，要煮还不能泡，太不方便了吧。还好家里面固体燃料够多呀，还是德军的饭盒。加400毫升水，这一份看起来挺多的，还是这个意大利的炉子，它充满了沧桑感啊，都锈得不成样子了，但是还能坚挺。来一块俄罗斯的固体燃料给它点上，美军的火柴用完了，只能用俄罗斯的点了，用防空火柴还是很好点那个玩意儿的。 OK， 着了，给它架上去。小火慢煮20分钟，我们静静的等待它慢慢的加热。干了这杯伏特加，就让它先煮着。这边的米饭呢，它已经复水好了，我们先来尝一尝。真的就一股泡面里面的那个蔬菜包的味道，极其的不好闻，但是看起来颜色还挺不错的，红红的，非常的鲜艳。里面有胡萝卜，还有一些香料什么的，感觉复水的挺成功啊。入口的感觉还是挺不错的，胡萝卜丁非常的脆爽，米饭呢吃起来很松软，就是这个香料的味道太过于诡异。加了胡萝卜进去之后呢，就导致它这个米饭偏甜，甜甜的，咸咸的，不算好吃，但是呢也不是咽不下去的那种，勉强能吃吧，味道不是很好，太奇怪了，不符合我的胃口啊。里面还有些许的辣椒，不是很辣，真的不好吃啊。看看要不要加点什么配料佐料进去啊，整个黑胡椒。搅拌均匀，还这样稍微好吃一点。再来点番茄酱吧，这是一个怎样的配置，黑胡椒、番茄酱、胡萝卜米饭，这样一调，哇，比刚才好吃多了，酸甜可口，还带一点辣。这边这个汤呢也 OK 了，就是颜色不太好看，愣是费了我2块燃料才煮了一锅汤。这个蘑菇汤里面的配料呢还是相当丰富的，有很多的蔬菜，就是没啥肉啊。想象一下，在冰天雪地之间，你正用的固体燃料在煮着这么一锅汤，那是一种怎样的感觉？稍微有点烫啊，不过这个蘑菇吃起来真的特别香，这汤的味道是真不错，里面的蔬菜特别多，可以保证你各方面的营养比较均衡，里面还有不少的米粒，可以保证你的碳水摄入。完美，吃饱喝足，再来一杯伏特加，妙不可言。就我感觉这款口粮虽然说它的量的不是很多，但是吃一天呢应该也是没啥问题的，你没必要非得吃饱，但热量其实是挺高的。剩下的就感觉没什么东西吃了呀，很多都非常的熟悉，泡一个热巧克力来喝喝吧，到底是叫热可可呢还是热巧克力呢？这次我非常的纠结。哇，非常的香浓，一口下去就感觉泡沫感非常的强烈，很柔，说是热巧克力，但是我喝起来特别像卡布奇诺，里面应该是加了咖啡的，喝出咖啡味来了，但是这个包装上面字儿又写的特别小。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咖啡的单词儿，认字呢，真的加了咖啡的。怪不得没给咖啡，原来这里面已经有了，固体饮料就不喝了，非常难喝，它就像那多维的运动饮料那种味道。再来泡一杯红茶，整点糖进去。你还别说啊，拿着这一款口粮在户外玩，那叫一个悠闲啊！小茶喝着，小卡布奇诺喝着，再来点花生米，自备伏特加，哇哦，爽的一批！如果再带点奶粉，就可以做一个简易的奶茶了啊，偏白了一点，这个红茶它不给力啊。如果要做奶茶的话，茶包啊，一定要放多一点。还有半杯酒呢，都没东西下了，我光喝水都喝饱了都。这款口粮呢，总体上来讲我还是挺满意的，它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丰富，体积呢又比较小，比较便携，可能某些主食呢有点不对胃口，但是它也不算太难吃，还是可以勉强能吃的。如果说你带去户外露营用啊，或者说在户外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呀，必须要留在户外什么的，我觉得这份它挺合适的。刚才我也说了，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民版的口粮，它的定位是户外食品还有应急食品，我大胆的换算了一下啊，750除以7，一袋的话就是100几块钱嘛，这个价格呢不算很贵，相对来说呢还算是性价比挺高的了。可以这么说，现在俄罗斯口粮的性价比确实是全球之最，东西很多，味道呢也不算太差，反正比美国的好吃。带上这7包东西去户外狗一周啊，我感觉都没问题。唯一的缺点呢，就是这款啊，
它里面几乎没有肉，油也只是些许的那种肉汤成分，还有小肉块看不见的那种，跟某师傅有的一拼，导致我这个伏特加最后全都配米饭、配饼干、配花生米了，都没有做到喝酒吃肉就不行啊。 OK， 就是这样，那我们今天视频就先到这儿了，感谢大家这么多年的陪伴，如果你喜欢我视频呢，可以给我点个赞呀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